XC60， 但是这真的是你们所认识的那台 XC60 吗？其实并不是，明显的另一个佐证。同时在该车的设计之中也包含了我们之前测过的 S90 这一款车型它本身的一些亮点。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关于该车车机部分的一些表现。首先呢，喜欢和耐脏是两回事，而前排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设计，我之前也提到过，这种是隐藏的部分。我们现在先将整个尾门打开，电动尾门开启到这个角度的地方，或者这台 XC60 的这个车型的引擎的一些细节。那么可以看到的是，像一些车型的排气管的这个突出的部分，包括像我们说中鼓的消音部分，都做的是非常平整的。这一点上来讲的话，这个价是值得推荐的，而且非常轻。我们叫头哥出来。而厚度上面，如果能够比这个厚度再稍微厚一点的话，那么相信着。还记得我们拆下来的这一颗发音单元吗？这个里面才是我们说整个门板这边的箱体。那包括呢？而作为我们说现在能够去驱动整个这个音场正常工作，也能够。M 档的模式下很有意思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进行有关于该车的一些这个问题描述环节。那么来看一下整个车辆的一些问题，我们收集到了一些问题信息啊。那么说实话，这个车型整体的设计来说其实还是蛮整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它在测试的过程当中能够表现出来更整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那么首先第一，该车的这个噪音方面来说呢，轮胎的胎噪并不是很大，那可以从这个表面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部分啊，就能看得出来轮间这边的间隙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如果你对于这个轮胎的胎噪有一些介意的话，我们建议可以在整个轮胎刹板的背部呢去做一些喷涂或者喷胶。同时针对于咱们的这个铝合金的叶子板呢，你可以知道铝合金和钢材的强度是有所区别的，那么针对于这个部分的震颤问题，也可以做一些钉机胶贴，可以做一些这种轻度的一个指震，那能够将我们说现在这个轮间噪音和我们说叶子板这个侧的空腔振动噪音这个问题能够最大程度的去解决。那么在整个车外这个部分的环节当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更多的一些问题。那么尤其是咱们说整个车上的一个制作工艺啊，包括贴合工艺，你可以看这侧的缝隙非常的仔细，
这侧也是。车里的行李架刚性也足够强。而到了整个车辆尾部的时候呢，我们也没有发现更多的一些问题。那唯独有一些细小的一些遗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一个功能性的缺失啊。前排有了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玻璃水加热，并且是挂出了一个功能。那么像我们还是希望后排也有，因为毕竟我们说后排一方面它不受风，一方面本身又是一个比较凉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雨刮面就比较小，能够尽可能给到，这样的话我相信可能更方便更好用一些。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看完了整车外观的一些细节设计之后呢，我们还是得关注到有关于这个后悬。那么前悬我说过没有这种填充棉，包括这种隔音的一些设计，那么后悬其实一样也没有。那么我们一会儿呢会来结合整个车辆尾舱部分的一些细节问题呢做更多的一些描述。我们先进入车内。在进入车内之后呢，其实整个车辆的这个车门板的设计啊，包括乘坐的设计当中都没有太多的问题。那么唯独我们发现的一些问题呢是有关于这个遮阳板。其实这个遮阳板的问题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一个是我们说它本身的这种开启的便利性，当然这一点来讲做得不错，但是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强度过长。如果我现在将整个座椅往后调整的话，我们现在做个实验，长度过长，那么我这个时候去抓个方向盘的话，这个坐姿肯定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建议厂方是不是能够将这个部分做一个折边设计，可能你在这样的话收折的时候，包括在使用到侧方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更方便的一个展开方式了。其次是什么呢？是这个可以看到我现在去抽拉这个遮阳板，它是没有办法就这个边缘化这一块的一个这种抽伸状态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意味着说，我现在如果乘坐的话，以我当前的这个位置来讲啊，OK， 没问题。那这一侧部分的位置呢是有一些晒的，那么时间长可能不会晒到我人，但是有可能会造成这两侧的温度上升啊。那我的脖子贴合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炙烤的感觉，这个也是有的。不过好在整车的这个乘坐坐姿这块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呢也只是做一些轻微的修正就可以了，拉伸问题。而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一些细节。那么可以看到的是整个车辆现在的这个下方的一些设计，那么可以看到下方这边的一些线束啊。那么在这些线束当中，其实可以看到有些东西啊一直都是处于一个我们说现在直接裸露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我们现在请中学看一下，我们建议下方这边多多少少去做一些这种保护的护套设计，那么这样一来的话，针对于我的左侧脚部去做踩踏的时候啊，就能够做一些很好的规避。因为咱们都知道车内女士很可能会穿一些这种违规驾驶的一些高跟鞋啊什么的，就可能会触碰到这个部分。而其次是有关于下方这个盖板的设计做的还是不错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面去讲的话呢，这个封堵的工艺，包括咱们说整个下方这边的这个空腔封堵做的真的是几乎没有什么让我们感觉到脚下会生风啊会漏风的这样一些感觉。好，就这一点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那么再接下来呢，我们在前排当中其实就很难发现更多的一些问题了。我们接下来转向到后排啊，来看一下。那么在后排当中，我们可能发现的一些问题，细节当中可以优化到的点呢会稍微多一点。我们来看一看。首先第一，在后排座椅的乘坐当中呢，那整体的这个材质虽然说是看起来是一个软质材质，颜色都是一致的，但实际上这个后排的材质呢还是相对手感比较硬的啊，这么一个状态。虽然说它有软质皮质覆盖，填充不够，所以造成了我们说这个车辆给人的感觉在这个材质上面来说是偏硬。其次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下方这边的长度问题，那可能看到这个标签长度的时候多少啊会有一些奇怪。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实际上这种长度的问题呢主要是纠结于我们的这个主驾驶座椅和副驾驶座椅下方这边，尤其是副驾驶座椅下方这边的一些这种空间让位。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咱们来看一下下方这一边，这是我盖了脚垫的状态。那么这一侧的位置是我没有去盖脚垫的状态。如果我现在将它盖上了之后，你会发现原有这边限速的位置是凸起的，并且没有做遮蔽。那如果我不用这个原厂脚垫的话呢，这一侧的部分的位置明显分堵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果能够将这个盖板稍微再延伸一些的话，它的刚性支撑一定能够保护更好的去保护这些限速。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建议。而接下来的部分的位置呢，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上方的灯光光源。这个灯光的光源其实实际上和前方的灯光光源是一致的，可以看到整个大小方面都是一样。之所以说我们没有提的原因，是因为整个这个天窗的采光相对较好，但是在夜间状态下，外部的环境光源不足以支持整个车内的照明的，所以我们建议整个车辆能够升级整个车内的环境光源照明，给我们提供车内更好的一个温馨的环境。那么作为整车的设计当中，还有一些细节点呢，我们没有去做更多的一些这种介绍，但是还是要提一下。那安全带的收纳虽然说不太影响我们两方这边人的乘坐，但是中间这个成年人乘坐一定是不舒服的。而且从两方的跨距上来讲的话，你可以看这一侧的距离更长，对吗？这一侧的距离也更长，唯独这两侧的间距会比较紧，那这两侧位置的收纳显得有些随意了。如果能够将它完全收平会更好。当然了，我们之前说过的问题就是这一侧的位置作为一个未成年人会更好一点，所以这个问题并没有贴标签。接下来呢，你们会在这个位置，也就是后排的中央扶手部分的位置，看到一个方向这个词。为什么会这样？这样的一个奇葩设定，我是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从老款的 V40 到现在现有的 X60 当中这种设计的反人类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的一个延续啊。为什么会说反人类？请沃尔沃的工程师们你们听一下。在我车辆乘坐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有需求从这个位置不去翻折座椅，非常便利方便的去取放我后排的物品。在前提条件是我打开这个部分的位置之后，后排的这个部分位置我能够触手可及，比如说拿到的物品里面包含有一些这个便利取放的三脚架、警示牌等等等等啊，或者灭火器什么什么的啊，能够固定在相应下方的这个底板的位置上。问题来了，我要怎么来打开它呢？它现在现有的出厂设计当中，这一侧的位置明显是一个拉起并且密闭盖合的位置，对吧？好，下方这边的位置是个平面，我无论是抹它、压它，还是任何的一个状态，我都没有办法去把它推开或者是打开。那首先，我刚才所设想的这第一个用途，我从车内去取放我方便拿了后排的这个东西的这个用途啊，就无法实现了。我们来看看这个东西打开的正常方式、正确方式，在这台车上面该怎么去开。这个呢，会多少轻微的涉及到一些后排。我们打开来看看，在整体的后排这边的设计当中，你们这个时候会发现，这个我刚才主涉及到了这个后排这个小窗的位置啊，实际上它应该是这么开的。按下它之后，给它一个向下的力，然后才能打开。但是如果我要从后面这么开的话，你现在这一侧的边缘给我给的位置太过于窄小了，我手没有办法很好的每一次都把这个力控制在正好，我让它手指不打滑的状态能把它抠开。而从前方来看的话，那么明显我压下这个开关之后，从前面这个位置给到这样的一个力更容易去打开，对吗？好了，那我现在如何能够保证我两个手能够同时一个手在这边，一个手在这一侧，然后才能把它打开呢？开启首先就不方便，其次是我如果现在是朝后开，并且是只有后方能够开启的状态的话，我又如何能够将这一侧部分的位置设计为把前排的这个东西取出来并且放到后排？你开的这个口也不够大，我中间这个储物格我是打不开的。所以我认为啊，这一侧部分的位置当中应该将它换一个面，这样一来我开启的时候从这一侧可以开启，上方再把这个拉手设计到同一个面，我拉我想关闭的时候直接把这个一拉关闭就完事了。所以这样的设计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设计理念。那么既然已经到了后排，其实这个时候也就证明了一个观点，其实这个车型的问题不是很多，我们已经从前排到后排再到我们说现在的尾舱最后一排，我们来看尾舱部分。说到尾舱部分呢，我还是得先把这个尾舱关闭。看起来似乎没什么问题，是吗？我们再打开一次。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如果没有我这么快的反应，那至少你应该将整个后门开启上扬的速度适度调慢，同时给到一个警示音，提醒我们后门会打开，让我们躲避一下。这个是一些细节上的体现，所以在该车的设计当中，你会看到有一个速度提示的标签。速度与开启安全提示，这个问题需要去做一进一步的细化。而接下来我们看到整个面板上面呢，一共有两个标签，在这一侧部分的位置呢，缺少一个逃生开关。那作为吉利、沃尔沃，其实都是安全的倡导者，在这一点上来讲的话，我们希望能够步调一致，并且能够更细化这个部分。毕竟 SUV 车型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塞下一两个孩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而再接下来的问题呢，则是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这个部分是一个长条状的形状，它是存储什么物品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旋钮啊，在它转到某一个角度的时候呢，会自行锁止。如果将它完全反转，并且转到某一个角度的时候呢，它可以完全打开。当打开它之后呢，你会发现是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么同时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发现开启方式上面有一些轻微的不便，是什么呢？是这个部分。和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问题一样啊，那么在整体的这个滑的这个我们说旋钮部分的位置当中啊，首先它是可以完全无限制这么去转的，这样一来的话，我会不太容易去判断它开启的这个时间节点和这个契机，这是第一。第二是，我即便是判断清楚了，我再去开启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这个部分的位置非常滑，没有一个足够让我去往下抓握，并且是把它打开的这样一个力量，就支持啊，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这个开关如果能够再细化一下，会变得更好。当然值得点赞的是，这样的开启方式确实是能够在这一侧做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定位销设计啊，这一点来说做的还是不错的。而内装如你所见，里面放的就是一个三脚架，我们现在将它合上。OK， 而且我们觉得如果你后面是一个定位销，如果能够稍微紧致一点的话，前方再给到这样的一个显位，那么这几侧的卡扣是完全不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现在将它放回去的时候，我必须要把这些卡扣安装到位，势必会把整个这个尾舱盖向上顶，而这么顶来顶去，这两侧的寿命可能会做一些折扣。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部分，限速挤压问题。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限速部分，这个位置的角度和那个位置。现在景征同学呢，给到一个细节角度上面，我现在将整个尾门呢轻微关闭，轻以内侧为例，好，这样给到一个斜角。在整体的这种受压状态当中，唯独没有受压的是这个部分的位置，也就是后窗的雨刮出水口。我们现在轻微的将这个尾门关闭，你会看到这个限速的挤压强度越来越大，直至挤压到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角度。我如果再往下关的话，它会一直压到一个接近于贴合的角度上面，对吗？所以我们建议厂方能够更好的去把这个整个尾门这边的限速的长度呢，去做一个很好的设计，那么角度这一边尽可能变成一个扭转角，而不是一个挤压角，就会更好。在尾舱这一边的话呢，我们也发现了更多的一些用于便利性快速区分物品的一些设计，比如这个位置。咱们都知道，车辆如果起火的状态下的话，第一时间要灭火，灭火的话第一时间要拿到灭火器或者类似灭火的这种消灭装置，这个位置是很好的一个放置位。首先这个位置如果放到这个位置的话，缺少什么？缺少扎带，你要固定它，随手取放，扎带一扯开，拿一个灭火器直接就开始救火。所以这个位置啊，缺少一个扎带。再接下来的问题呢，则是有关于我们说这边的置物了。那咱们都知道，这个车型在之前的解析当中给大家介绍了有关于车辆的一些空间上的一些解析。标准的储物空间是505升，那么完整的拓展空间是1432升。所以有这么大的一个储物空间来讲的话，其实还是要有一些大物件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放置需求，物品的放置需求。这个位置
其实我一直可以理解的一点就是，首先它用的时间长一点，这个下面自然的配套间隙就会变得松旷，那你就更好抠出来。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你第一次不好抠的话，有两种解决办法。第一，在你的组装配套过程当中，在里面注入润滑油、黄油之类的东西都可以，尽量减少它的摩擦阻力。第二是什么？你可以将整个这个环儿下方预留一些可以抬起的这样一个位置，让我的手指能够伸进去，这样我才能够把它拉开。这是一个非常便利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或者你把这个环做成一个类似于真正的 U 型环状，给我给长一点利弊，我手一样也能伸进去把它拉了出来。而你把它卡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这个间距做得太短了，它如果在最底下又是一个非常难拔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阻力非常大的状态的话，我这种角度你请问我怎么该弄，对吧？我这个手指没有办法使劲儿。还有关于尾仓当中的话，我随着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的一些解析啊，最后一个问题牵扯到了这个车辆的隔音。咱们都知道该车的这个轴距其实并不短，能够达到2865毫米。那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的话，更多的意义上面，这种隔音的问题主要出现在我们说除了悬架部分、叶子板的部分、防火墙的部分之外，最严重的部分是哪？是这儿，任何一台车都避免不了。我们来看一看该车有没有办法。打开它之后呢，我们将这个隔板固定好。哎，问题来了，除了这些泡沫件之外，这两侧部分的位置完全是一个钣金件。所以这侧的部分呢，在拆除这个线束之后啊，这个并不是问题，但是你可以去做，请客户们去注意，可以去做更多的一些尾舱部分的这种隔音升级啊，可以做一些指针胶贴呀，做一些这种隔音棉的材质填充啊，这都是可以的。相信在整车的这种隔音降噪品质上面来说啊，针对于现在的整车的这种表现上面，应该会有一个质的攀升和飞跃。 OK，那么在看完了整个尾舱这边的这个问题收纳和这个收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还是会来到这个发动机舱来看一下。那么这台车型虽然还是拥有很多的一些优点，包括像我们之前所介绍过它的一些这种全新的模块和架构设计啊，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愉悦的一些驾驶体验，但是仍然有一些缺点，包括在我们之前看到的开启的时候，它的这个方向性上面的一个这种区分不太好设计的。那么要么从这个位置开，要么从这个位置开，但很多情况下我们摸的时候都会从外往里侧去这么摸，这种方向性的习惯的操作设计呢，会导致我们现在会把这个开启的开关啊变成一个我们说自然垂落并且下压的状态，那这样一来的话我引擎盖是开不了的，所以我们建议这块设计一个小的箭头，上面写个 open 那就 OK 了，其实就这么简单。所以这边这个开启的标准的方向一定要有标识。其次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整个引擎舱，那引擎舱这边的这个问题当中其实就非常非常少了，少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仅仅只找到了一点，也就是有关于这个部分的说明，这是一个设置上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在打开这个盖子之后呢，发现整个盖子里面的这个标识部分啊，还是只有一些简单的图文啊，一些简单的 logo， 那有没有更多的一些中文说明去做辅助，这个对于亚太版的车型来说，对于中国地区用户来说还是蛮重要的。最后呢是一个细节上的小问题，这个其实无伤大雅，但是我觉得可能优化一下会更好，也就是这根管子。那么可以看到的是，这根管子的收纳呢是通过这边的一根导槽逐步的去把它卡进到位的，对吧？但是为了取放方便的话呢，它将这一侧的挡板下方设计有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刹车储液壶、刹车助力鼓的这个油壶储液壶的位置，那么可以进行方便的拆卸的同时，也能够将这根管子不去做固定。但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时候轻微的一些撞击异响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建议厂方在进一步的去调整它的时候呢，是不是能够将这一侧部分的管路啊，给它改一个这种线路的走线位置，让它能够固定到这个盖板上。那你卡在这边它就会好很多。 OK， 那么以上呢就是有关于该车的静态解析评测，那么在进行了我们的一些静态解析体验以及我们说车机这边的一些应用体验之后，问题的体验环节也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这里是零九幺车评中心，欢迎大家订阅我们在优酷以及其他视频主站的节目，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在这个124214136这个QQ 号码当中的邮箱当中啊给我们留言，提出一些建议和一些期望去
测评到的一些车型，我们会更进一步的去更快的去联系，也会给大家呈现更多精彩的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我们动态测试之后再见。OK， 那么在现在呢，我们会有关于测量一下该车在这个通过时候所需要注意到的一个底盘离地间隙。那么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台 XC60 的这个车型，它整体的这个车辆是处于一个空载状态，而作为空。